日前陈小春在台湾开过唱的时候就公开宣布太太应采儿再次怀孕，虽然未知 BB 性别，但是小春都说非常感谢太太。而早前应采儿就同两位好姊妹黄依文、郑希儿一起出席活动，事后 Yumiko 就在社交网站分享当日的合照，还说身材苗条的应采儿一点都不像大肚婆啊。不过在张相度可以看到怀孕接近四个月的应采儿已经开始见肚，但是穿上短裙的她一对长腿都还是那么有，真是令不少女仔羡慕啊。